我就问那男人是谁？没有，没完没了，就无中生有，就跟没有事。什么叫无中生有啊？你什么意思啊你啊？啊？什么什么意思呀？就没有了。你说你到底把我当什么？我到底是什么？哎，你好，是小晴的男朋友吗？算是吧。他这边有点状况啊，你能过来接他一下吗？哎喂，等半小时吧。咱俩在一起谈恋爱都已经八个月了，之前都挺开心的，你为什么？你能不能说正事儿啊？这不就是一点小事儿吗？不是，你管这叫小事儿啊？咱俩出去逛街，你跟你前男友聊天，你是不是得把绿帽子扣我脑袋上？这事儿才算大呀？我们两个什么事儿都没有。真不知道你俩为啥没互删，还有感情基础呗？什么叫还有感情基础？那是只有就是聊天方式而已。不是，那我为啥没见我前任呢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突然给我一直打电话，一直发短信。你不给他希望，他能找你吗？你这话就没意思了。什么叫我给希望了呀？不是，你真当我没看见你手机上他跟你复合呀？我答应了吗？我是不是告诉他了我有男朋友？再说就因为这个事情把我一个人拉街上，不是这过分吗？那你对我做的事不是更过分呢？你一个月跟我说分手的次数比你吃饭的次数都多吧？啊，一有点小事你就给我拉黑。你看我手机上等会儿啊，那红色感叹号比正常聊天都多。那我拉黑你还不是希望你来哄我吗？那现在我把你拉黑了，你是什么感受？你想哄我吗？你心眼怎么这么小啊？想让你感同身受，要不然以为我欺负你。哎，行了，这次我错了，回家吧啊。不用了，有人来接我。